这时候，跟大家谈了一点关于后现代这个想法。那后现代其实是一个典范，它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大架构，所以我们对于三十秒来的复习一下，就是这个，它是一个浪潮，它是一个浪潮。这样，如果你会冲浪的，浪潮是一个很好可以让你冲得很快乐；或是你不会冲浪的话，浪潮就是你要命，因为它会让你破灭。会被浪卷下去，就是逃生无门的，所以浪潮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一个危机。那浪潮你是挡不掉，问题是你要冲上去，还是你要被它吸下去？这个是我们要决定的事情。你不能说不要有浪，那个浪一进来不可能没有。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典范转移，典范转移哈。那这张图呢，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就是一个海上的一个拱门，一个墙，一个有拱门的墙。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图呢转到另外一边，就发现说它不是，它是一个帆船，它是几艘的帆船在海上。这是同一张图，为什么？因为我故意给你看到一半，看到中间发现那个是一个典范转移。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同一张图居然在这边看起来像拱的，在这边变成帆船，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不确定的东西。那我们人在看世界也是一样，我们一直有一个固定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主宰的整个世界的人的对事情的看法。可是后来发现世界的事情呢，这个看法已经有点罩不住，有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人大胆就说，我们何不采取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当这个想法被很多人接受的时候，就产生一次的典范转移。同样的一张图呢，如果在这两个，你看这边就是这边，你看这边就是这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paradigm shift， 拱门或是帆船 arch or sail， 这就是 paradigm shift。 本来看起来是拱门，后来看起来是帆船。拱门呢，这个是一个空的东西，帆船呢，这个是一个空的东西，这个是实物的东西，所以虚虚实实，就是因为你的看法不同，就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看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发现有几次的典范转移。那我们今天是由前现代、现代跟后现代三个不同的想法来看人类的历史。那我上一次是讲前现代到现代，那我只是帮大家做一点 review 哈。这个在我们会重复，然后下上去把它改一下。这个是上一次的那个讲义哈，我需要改这一次，对不起。过去你看这无要紧的物件，伫新生代变做真要紧。看到你的公主老长头毛，吼，你是调到要害去。啊，即马查甫人老长头毛，煞变做是艺术家，是真特殊的人才有才敢伫遐。啊，所以包括圣经的诠释，我那真侪物件转移。我想咱爱慢慢有迄个准备，心里是极大的转移。谢谢，谢谢。这年代是差不多五千五百 BC 哈，朱景五百年到朱敖一千五百年，然后两千年这节展开来文化哈。
啊，这个各分做两个吼，就是上高级吼，就是上高级吼。你第五个爱听，上高级是啊，主前五百，啊主后五百，啊主后五百，啊一千五百。这个中高级啦，啊，红先做乌暗时期啦，所谓 dark age 吼，啊，乌暗时期就是基督教教会的时期。啊，伫上高级呢，教会的是第三。特别是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哲学吼，我用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因两个派来代表吼。啊，较上古期的是希腊江湖的时期，那种君士坦丁跟奥古斯丁这两个做代表。所以话过讲，以迄个啊前现代呢，哲学跟神学是掌握人类的思想，这是我们的典范，我们的发展。古早时代也是台湾人。听到讲雷，就讲叫做雷公。咱无法度了解，咱拢讲这是神明，迄个是啥？神学解释所有物件，迄个念典范。总是咱即马袂安尼想，咱就是讲啊，这是伊个啥物正殿副殿，迄是伊个典范，已经为神学甲其他跳来可怕。所以咱大部分的人叫做现代的人，因为咱的世界是伫科学内底大。啊，即摆已经走到叫现代，总是咱了外面现代，这是咱的情形。咱了是用现代科学的目镜咧看这个世界，唔知影人已经是，已经行到另外一个时代，咱唔知影。所以我才讲，那是因为到尾请我来，应该甲你讲，我对这个现象的了解，啊，无只帮助咱会当考虑来看怎要转哦。对这个，地下大神学，一直到1500年，这是一个足大的改变。就是神学的解释，甲电脑的解释已经罩不住。女人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愈来愈像，大概人我讲啥，你就讲上帝，上帝不应该这样。开始人开始怀疑啊，所以开始有人在研究。迄阵啊是讲未使人死了，迄大体袂当摸，都有人去帮我摸头部，迄个尸体研究，所以医学就开始出来。所谓科学，就是有人敢冒犯，你当时用宗教禁止做个代，你就偷偷啊做，啊，你啊就是爱看死人，遐个人就是慢慢把人个想法慢慢改变，你有新的发现，有新的发现，啊，因其中一部分的人是走到你底下，因走到你这个上古世纪，刚刚这黑暗世纪先好，所以咱不如登记这个，你这个记者人是用看法行为嘛，所以开始是这个文艺复兴时回到雅典。希腊时代的哲学，所以柏拉图跟这个苏格亚里士多德林两个情况相应用，都是慢慢有人讲，不是是你的头壳较重要，不是两家的头壳较重要，所以这个啊，什么呀？巴斯卡，笛卡尔，伊就讲，第一都有故事吼，我思故我在，你看两句话有吼，还是讲你有一个头，你家己爱想，你袂使讲啊，下面人讲吼，亚里士多德讲，迄是讲你家己想完啦。所以强调你也家己有头壳爱晓想，不然讲唔是啊，太多生活难想，你要目睭有看到才有算。起码为头壳改到目睭，这嘛一个足大无同。所以这个现代的分两个时期吼，一个理性，就是讲你有一个头，你就爱想，你莫人讲安那，你就相信安那。开始强调上帝给咱一个头壳，你爱念，这叫做理性主义吼。理性主义从200年，然后一直控控，一直到。一九四五，这就是强调讲，你得爱用目睭看，但是为这个眼见为真，哇，这科学占足两个时间吼，然后理性主义无足两个，差不多200年，啊，过来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五，这几啊百年拢是科学的时代，伊强调就是可观察的，会当看造势，袂当看，卖讲，比如讲你凊彩讲，拿来给我看。我们这块遗憾叫做 evidence-based medicine， 叫做见骨闻骨的遗憾。意思是说，用推理的无效啦，你逻辑搁较对啊无啊，你得见骨啊。我爱把酒看得到死，这是科学的精神，科学是观察的哦。所以你这样子讲，这个是靠逻辑啊吼，就是 if A 跟 B， if B 跟 C， 那靠逻辑去推理吼。那这个不是，这个是爱靠观察啊，科学。是客观的，然后马丁路德已经开始讲对这个其他抗议，
教会宗教传统，恁做工就是安尼做，恁即马就照安尼做就对啊啦吼。嘛，伊就讲，咱若是无合理的做工做的嘛，无一定爱做啦。所以伊就甲教皇伊所做的95条罪，写写咧，甲定伫礼拜堂门口。咱今日才有咱这个教会，咱这个教会是该敬重的教会吼。就是该敬重啦，就是 reform 内底的长老会吼。所以宗教改革就是。迄种是控制世界的，就是这个宗教，是哈，总是为宗教家内底开始起来抗议，抗议本来教皇所讲无拢对，咱爱家己搁去想，圣经家己爱去读，家己去了解，所以理性主义影响咱的宗教，啊嘛有影响，即一般的思想，即笛卡尔吼，伊就讲我思故我在，你感觉爱去想，唔好老师讲的就你就听吼，然后培根。第一个，那是科学之主啦吼，伊、哦、就讲讲，唔好甲他想啦，两下把主都爱看，看会造成，但他行为不好啦吼、哦，所以强调观察，那是培根，啊，然后就是伽利略，伊就讲培根讲个真正去看，所以推翻，作假希腊讲太阳是绕着地球转，这个想法是被伽利略推翻，伊是用理论来讲，伊是在用望远镜去看，去看起来算了讲唔是。地球在说，唔是，这是科学历史一个足有名，伊刚刚叫破死的。你所讲的甲教的传统讲无啥，所以后来迄、那个法官就是迄个教皇，是饶他一命，因为他当庭认错，所以讲呵呵啊，上面。但是后来应该几年前吧，教皇才公开认错，说是我们把圣经解释错，他没有看错，是地球在绕太阳。不是太阳在绕地球，这是足简单的代志。咱从咱知影，都是古早人来讲，我是足大的代志。因为圣经讲日头归东边，西甲西边。你今日敢讲，那就是圣经的问题，实际不是圣经啦，是解释圣经的问题。咱都阿老师讲讲，应该是圣经，但经过足大的改变了，你到底怎来想？哎，咱的牧师咧讲的圣经，敢是安尼？咱还去倒转来研究吼，就接着是这个。洛克跟这个马克思，这两个吼，这两个是科学的，啊，这两个就是人文科学啊。人跟人做伙，那有法度和平共处。洛克就讲，这就是经过人的理性了后，大家想想的，个人打拼不如大家合作。换句话讲，我就爱去咱草药啊，我就爱去种菜，我就爱去做工工具，我哪有遐多时间啊？不如你完全超越你负责，啊，正常我负责，做工归你负责，这叫做分工。所以你著做啊，做好做，你逐日著干啦，基本超越你免做嘛。啊，你超越咱来菜市啊，啊，别人著甲你买啊，用物件甲你买嘛。所以这个社会开始分工了嘛，咱著免啥物拢家己做。啊，做关系的啊，人类的，啥物拢我家己做嘛，因为无市场啦。啊，人要做啊，佫有一个问题呢，因为。我做到要死，啊！你困，啊！你头发明天头袂了了，我无变啦。啊，所以大家暗时拢困袂去啊。大家都爱困，唔敢困，啊！你当时你困，别人来甲你兜个切啊，啥物啊，黄了了变啦。所以咱就爱叫一挂人啊，负责甲咱顾，困了袂啦，甲咱头皮，咱只好都困，你叫做健身。啊，最后干啦，你健身的目的，甲别人无共，伊无做啥物代志哦，伊无行善，然后维持秩序，啊，伊就开始有健固的观念。还有一挂人掠歹人，有一挂人防止人去做歹，啊！咱大家才会当安居乐业，对无？咱才会当安心啊食，安心啊困，啊安心啊去佚佗，啊无咱大家惊，大家唔敢困，唔敢食，唔敢出去佚佗啊！啊，这就叫做政府的来源。啊，这个就是这个洛克开始认为讲，人类为着要让大家做伙，会当大家和平，佮大家当互相帮忙，佮大家当专业化，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存在。总是有政府了后，开始就有人就利用政府开始欺负遐看恁正了。啊，所以宋庸人就愈宋庸，好命愈好命。所以有一个人就去图书馆，大家看恁对，伊讲无钱的人拢是去用好命欺负才变无钱。所以咱爱甲好命开始，开始给他无本的，安尼就无问题。这个叫做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对人开始有政府有分工了后，三权无公义。真正是无公义，因为材料偌济钱，啥物人定的？是
工厂顶面，唔是材料的产地顶面。所以这个跟什么嘛是安尼？中国迄阵吼，台湾嘛捌啦，日本来买迄个一种船，叫做西船啊啥。规船吼，几百欧币金咱就买伊啊啦。因为咱来讲，咱也毋知影迄有路用啊。咱想讲，迄个船一大堆啊，你要买好啊好啊，我趁钱啊，趁美金啊。那只伊买原料，日本人把迄内底原料摕出来做物件，买伊个钱变一百万倍。啊，你知影？你已经投入了了了。是啥物人？啥物人谈？当然日本人谈个，伊较巧，伊有技术啊。啊，到底伊呐，迄只设备变一百万倍，投应该无应该遐少？你怎样想？这应该有一个比率嘛？啊，这个上个有就无人有证啊。这主要世界就是我。无你唔买，我来帮你买啊，对不？一个愿来，一个愿挨嘛。你医药上先做的就是艾滋病的治疗，艾滋病的治疗药啊，艾滋病无治疗袂当上市。可是当时你美国治疗无人要做啊，你以后唔知无啊无啊，我其他的城市都无人要做，你就走去非洲做，非洲的人无看啊，我超美金伊就无你做啊，伊无钱无看嘛。所以所有上危险的治疗拢伫上落后的国家做治疗。啊！时间无做，人的时间无做，药也袂当进市啊！你搁较慢，袂当进市啊！所以这个药公司当然是去上俗的所在。咱台湾的老板拢去大陆开工厂，迄阵就是安尼嘛。你讲大陆人较俗啊，对无？有足侪迄个农药，美国的农药公司去倒做，去印度做，到尾啊，迄个公司出代志，规个船头死了了，伊迄有毒，知无？伫美国根本无可能开工厂嘛，伊就讲你上那种严的嘛，这咱拢了解，对无？是啊，咱台湾工厂拢要去东南亚做，趁迄个价差嘛，啊无你，我感觉唔好你，吼、哦。啊，问题是药啊做出来，艾滋病的药啊做得有效，结果啥物人在食，美国人在食，非洲人一个都买袂起，伤贵。总是时间是去非洲人用这性命，哦，互你做出来，所以即马你若无咧做两代志，就是讲，你即个药啊，若是伫迄个所在做实验的，你倒有迄个所在人买起。你有假山，你美国卖很贵，可是非洲你就不能卖很贵，都无人问题，然后到非洲那边那边来你控价，这就要一点问题啦。有足侪人，你睇新加坡的人，加汽油就是飞机马来西亚，加汽油就卖到外国啊，因为迄价差嘛。马来西亚的汽油足俗，新加坡足贵。这新加坡人讲开车开去，啊，都提满一桶吼，啊，搁转来，伊敢趁钱啊？啊，即我知马来西亚就开始规定，你若是无马来西亚的迄个护照。你个计数都还蛮贵嘛，啊无办法嘛，哦，即大家拢会做迄个价差嘛，啊，为后就是即个无公平啊，啊，所以我结束就是讲，即款的无公平，你若无用，极端的方法，把遐既得利益者吼，加以弄掉，要么就是加以开台死，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叫做革命嘛，共产革命嘛，啊，当然最近共产革命嘛无成功嘛，因为人嘛是自私，所以共产国家嘛是遐政府的方法嘛是贪污嘛。你知影吼，作为共产国家，起码嘛是做问题，所以一这拢是一个人的习惯。到底人要安怎拥护世界的人会较和平，大家较公平？起码人要讲正气正义无，哦，共款问题嘛。政府拢合法，总是做的是台湾人食亏啦，外省人太无奈啦。啊，伊讲合法，就另外伊规定法律规定啊。啊，管你咩啊？哦，即款袂使，即款安怎甲等？安怎无将来过足侪钱的公平？所以即款，咱个阿英政府就是爱处理这个问题。你要重新正义，你要安怎弥补以前台湾人受的苦？即拢是人咧想，人咧想法就是会进步吼，就是这样吼。啊，咱即款，你开始来讲今仔日主题吼。到即款为止，我是讲啊，电解机构，甲恁讲个迄个 review 吼，来复习一下吼。啊，即款后现代、后现代 （postmodern） 1945，请问1945。地球发生什么代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是1939到1945，1931到多少是第一次大战，然后1939、12没有差很远，才不一样的哦。1939到1945，1945的二次大战让整个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前途开始悲观。还是悲观。以前，因为科学的时代，真的带来人类很大的进步，真的带来很大的进步，而忽略了可能对地球带来的伤害。
那对于所谓政治理论，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洛克跟马克思，他们都是理想主义。马克思以为只要把这些既得利益者全部杀掉，我们大家就世界太平，他一直是这样想，所以他也是一种宗教的情怀来推动共产主义，他完全没有为他自己着想。可是实际上没有，共产主义破产，没有到他的理想。洛克以为人类的理性可以让政府产生一个很好的政府，那是民主政治的思想家，结果我们现在好像也不是这样。所以呢，后现代的人就开始对现代人的乐观开始怀疑，特别是对科学的崇拜，这是最根本的。因为不管是人文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基本上就是认为科学是人类的救星，科学可以帮助人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乐观的观念。德国是当时神学最进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可是在二大战却是残害人类最可怕的国家。所以二大战德国所作所为，让整个人类对于只要科学我们就会把人性改得更好，会把人类的问题都解决，这个想法完全幻灭。这是一次很悲惨的一个经过，可是人类方面都会想，后来是这样做，所以后现代是跟二大战有关。其实后现代开始是从建筑学开始，到1930年开始，那个时候影响不大，可是到1945就影响很大。好，那所以呢，他们开始对现代的一些想法结构，他们叫 deconstruction。所谓解构，就是把你本来以为就是这样的东西，把你整个拆掉，说不是这样，不是你想的这样。第一个就是大屠杀 （Holocaust）， 1941到1945，希特勒他的大屠杀，让我们发现科学其实不一定带来人类的文明，可能是带来文明的毁灭。你知道希特勒杀人的理由是科学吗？是现在医学的优生学吗？完全不是要杀那些人，他是要保护雅利安民族的基因不被混乱，你知道吗？他完全是一个纯科学家的角度，他认为雅利安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种族。可是有一些低等的在附近的地方的，他会一些德国人笨笨的就跟他们结婚，然后他们的基因库就会被混，然后就是雅利安民族就会往下走，所以他为了防止那个，他就杀。没有没有，他没有没有，他挑精神病，他挑智能不足，他挑很多人，他不是单挑犹太人，他挑很多人，他这种人低等的，他的犹太人就是自私自利，所以该杀掉这种没有爱心的。犹太人是全世界最犹太的，不是吗？你可以想想最后胜利吗？你知道，只有中国人跟那种病的，别的人都没有，没有他对手。全世界大部分的营养在犹太人的手里，知道吗？美国都不得不听犹太人，他是很厉害，这个种族是有他的厉害，所以这种希特勒是要杀，不然的话那雅利安民族就没有办法。 anyway， 就是这个大屠杀呢，造成人类对所谓科学到底对人类带来什么开始有一个重新思考。然后再来就是黑人啊，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金恩博士，对我们这个德国不好，那么美国好吧，美国是民主的灯塔，美国是我们的榜样，美国是全世界最好的，英国以来就是美国嘛。那美国就是英国人对那个政府强制压制不满，所以他们做了一条款叫五月花号，到了美国，他们追求的就是民主、法治、自由，是吗？所以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嘛，我们可以学习。可是美国其实也没有，其实是他不把黑人当作人，一直到林肯。他才说黑人也是人，结果林肯就被杀掉了。美国就南北战争，既然这样子，黑人还是奴隶啊。一直到这个黑人牧师起来说：“你们不可以打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皮肤的美拉链黑色素比你们多，我们就待遇都不一样，我们应该是一样。”他到那个华盛顿 DC 做了一个演讲，说 ：“I had a dream。”我有个梦，有一天我的孩子跟
可以跟别的孩子一起在街道玩，他们可以一起在教室读书，他们可以一起在菜市场生活，不需要隔开。那当时是一个黑人女人，曼吉安啊，他们那个公车有分前段后段，那前段是白人坐有冷气，后段是黑人坐没有冷气。那个黑女人买了一张车票，一样买一张车票，她就呱呱呱就跑到前段坐下来，警察就讲说不可以，你是黑人，你要坐到后段。他说我也买票啊，但是一屁股坐到那边就被抓去法院关了，没有办法嘛。美国法律规定这个是就是黑白分离嘛，因为你们黑人比较有味道，黑人怎么样坐在后面才可以，不能坐在前面。那这件事情就引发那个女人没有什么，她只是不满意啊啥。一大半黑人都乖乖的，就后面就没事嘛，那就是一屁股坐下去。第二是马丁路德他就来讲，他说、哦、什么时候我们才是人啊？我们一样是人啊，只是我们比较倒霉啊，几百年前被从非洲被人家抓来当奴隶，已经做那么久了，应该够了吧？应该给我们人权吧？所以他是人权的斗士。那一开始后来开始就有反越战，把这个把那个年轻人欺骗。开始对所谓现代的追求效率、追求什么成效的这个，开始都起怀疑。所以这个是解构，这有两个解构，一个是只要我们有科学，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被解构，认为科学放在不对的人手里，其实是制造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被解构。第二个是。我们只要民主的政治，我们应该可以给所有的人民带来同样的平等，这是美国的宣告，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际上黑人在美国不算的，所以美国的法律还是所有人都平等，可是黑人不算。马丁路德说你不要因为肤色而来分是不是人，他是人就是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解构美国的民主。所以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屠杀1100万人，其中犹太人才600万，所以有500万人是别人。那马丁路德金，他就是公民权利运动，他认为只要我有交税，我就是公民，不应该用任何其他的因素来区分。那这个当中还有女权的问题，女人在美国开始的时候也不能没有投票权，所以1960年代是一个解构的时期，他们把当时美国视为当然的东西开始怀疑，开始挑战。这个当然包括很多了哈，反越战啊，就是反对要上班才对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两个人啊，一个是 Hans Georg Gadamer， 啊，他是叫做 Hermeneutic Circle， 一个是 Jacques Derrida， 他是 Semiotic Deconstruction。那这个我要讲，这两个人就是从语言学、诠释学下手。所以如果你问我，那么后现代他最夯的学问是什么？是 linguistic， 是语言学。前现代是哲学跟神学，这是最夯的。啊，所以说 theology is a critical science， 这是前现代讲，就是神学是所有学问的王后。可是到现代就认为神学算什么？你就坐在那边自己想，我有科学的证据，这个才是对的。所以神学必须让科学检验。在现代最有名的一本书叫《铁证代判》，就是要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科学的。换句话讲，科学是法官，基督教的信仰是必须被拿到法院让科学检验。所以他一定要证明基督教是对的。这个“证明”这两个字，其实是现代的发展的一个典范。啊，到后来发现说，其实科学这样讲是科学家不跌归啊。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啊，所以把科学解构以后，他们解构的方法是从语言学。最重要的一个字叫做真相或是真理。当我说我讲的话是真理，那我就是100%，对不对？我讲的是真理嘛。当科学说我发现的是真相，那我所说的是100%，那个叫做霸权。我们称作语言的霸权。当任何人宣称他所发现的、他所描述的是绝对正确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海盗，他是一个暴君，根本既不科学，也不哲学，也不神学，他只是用这样来排除
所有跟他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他们在意的是你用的语言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很在意。女性主义在这里也很强，因为发现圣经充满男性的话语。对，现在你去看神学有很多就是叫做女权解释的圣经，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是冲破传统解释圣经，传统就是神学家、牧师啊、神学教授他们说了算，难道他们都是男的？牧师都是男的，神学教授大部分都是男的。可是现在女的开始进神学院念书，开始当牧师，他们开始看圣经，觉得不是这样。这是另外一个结构，这性别的结构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啊。所以这个甘德玛他认为是这样，但赫梅林斯特一直是这样。其实我们是一圈人坐在这里，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会说这个是像什么，你会说那个像什么，我们就是一个诠释圈。那我们一起在台湾，比如说今天你来港，我就要参加这一堂课。如果我们有时间讨论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诠释圈。我们对这个题目有兴趣，我们大家可以听蔡牧师怎么讲。我们不一定他讲的我们都要买入，我们可以提出问题，我们可以挑战，我们对生活有不同的想法。那这样就是一个诠释圈。那中国有他的诠释圈，台湾有他的诠释圈。现在问题就是九二共识就没有共识，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诠释跟我们的诠释不一样，叫做一中各表。所以就台湾的问题就是变成是两个诠释圈，可是那边的拳头很大，我们是小不点，所以造成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压力，我们目前在面对。WHA 为什么需要上面要写一中原则？为什么所有参加 WHA 的国家都没有写中欧洲原则、美国原则都没有原则，只有到台湾就需要原则呢？这明显的就是不公义，对不对？可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现象有诠释，政界被枪毙了，很多人说台湾的犯罪会减少，这个也是一个诠释圈的问题。台湾人对于死刑，目前两大派赞成死刑，赞成会出死刑的，这个就是我们同样住在台湾，对这个看法不同，就变成另外一个诠释圈，这样了解吗？如果用诠释圈的观念来讲，就没有说谁是绝对对，谁是绝对错，那个绝对的霸权被取消了，我们可以谈啊。你说保持死刑可以吓阻，你去看全世界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率有没有比没有死刑的低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讲这句话是你自己讲的，根本没有证据。这是可以讨论，对不对？你不能只有说，应该你枪毙一个别的人都还可以干好啊，他们都不敢犯罪。你这句话就是，你有资料支持吗？万一你买一个枪毙，后来才发现不是他，你能够补救吗？这个是诠释圈反对死刑的人的他的诠释。他不知道说，我们要用台刑再来告吗？这个是另外一个诠释，就是受害者的家属有他们的不满。可是有些受害家属觉得你把他杀了，我的痛没有减少，你懂意思吗？你个怕死，我叫他死啊，完全没有帮助我嘛。啊，如果他是有病或是有什么被杀死的话，又多了一个受伤的父母而已。所以其实背后有很多不一样的考量啊。我要讲就是说，所以这个甘德玛他厉害说，我们其实都是一个 hermeneutic circle， 是一个诠释。那诠释就会受你的处境影响。再讲一遍啊，你在诠释事情，就是如果你家里曾经有人被杀掉，你再看这个事情，一定跟没有被杀掉会不同。因为你的处境会影响你对这个事情的心境，还有你的解释嘛，所以我们并没有那么理性。我们都会受这个影响。我好久对警察很恨，因为我被警察欺负过两次。我忘记台大的那个到恒春去，结果恒春的警察居然要欺负我，好久让我对台湾的警察就是觉得警察就是黑道。那我知道警察不是都是这样，我理性知道，可是一想到我就想到我两次那个被警察欺负的那个经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很难站在很理性的这个立场。所以我们当在讲诠释圈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影响你对事情的看法。这个就是那所谓 hermeneutic circle， 就是我们都是一圈圈大家在这里讨论哦。所以没有谁是主席，没有谁是绝对对，大家可以谈。
他呢，他就认为说符号学的结构 ，semiotic， 那这个语言学更进一步，比如说我们说爱，那这个嘴巴打开又闭起来叫爱，这个声音都代表爱吗？那这个字，我们那个很复杂那个爱那个字，或是英文的变成 ove， 为什么这几个一别一别它就变成爱呢？到底它含有什么？它是只能有一个意义，还是它的意义是飘动的呢？我们会一直以为这个字就是这个意义，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即使所有的意义都是任意给它。举一个例子，那个锅盖的盖，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个中文给我一样，那个老叫做盖嘛，我的孩子说不是，那个讲话乱讲那个叫做盖，可是我说不是啊，我们小时候念的那个盖是名词啊，就是几年后变成动词了，现在那个网络那个火星文啊，更奇怪，你都没有想到它跑出来，所以我们就要讲就是 semiotic， 他说这个语言学啊，只要100个人说他是这个，大家要么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字典要常讲要更新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意义其实它没有固定，它是飘的。那你要讲义，你要问我，比如说你讲圣经，对不对？说圣经这个字希腊文什么？我要问你说，你这个讲的是一世纪的希腊文，还是两世纪的希腊文，还是主前五世纪的希腊文？那就不一样喽。那这个就是说，语言本身不是固定的，它是一个浮动的。那这样子，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更谦卑一点，不会那么绝对。特别在基督教解经的时候，这个符号学结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招哈。它从釜底抽薪呢，因为你看神学院教授在讲，就说这个字照圣经原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一被解构以后，大家可以再讨论嘛哈。啊，他认为后现代时期解构带来的是冲浪时期。这个冲浪时期怎么开始呢？其实他用冲浪来强调一次，其实就是我们叫做Surf the wave， 那是中文怎么说啊？就是我们上网的，我们叫飘网吗？还是什么？就是你一旦上网路以后，就发现那个速度快的你真的是受不了。你知道 Google 的厉害吗？雅虎他们开始几个那个 search engine 在拼的时候，后来 Google 现在站上网了。我开始的时候好像拼了，那个就是几秒钟里面把全世界的资料带到你的电脑，不得了耶！以前这个你要去图书馆要蹲了几个月，还弄出来还不晓得怎么整理啊，他帮你整理，帮你分类，帮你排序，这很可怕。在我们的知识的世界，这是一个大的革命，很多人就昏了头昏，因为资讯爆炸，我们的脑没有能力处理。跟我同辈的很多人就决定说，反正我都要退休了，我就不念。我不碰电脑可以吗？因为电脑有时候会电我嘛，哈。但是老鼠都不听话，每次过来都乱跑，然后连我老婆都这样。我在芝加哥有一个长老就说：“啊，我一点退休啊没有，我跟你讲哦，将来你听懂哦，兄弟都用你的 iPad 没哦，用什么 iPhone instant message 啊？那我呢？啊，我都不听，然后我告诉你，你听讲兄弟，别给他放 message 我不要。”我是开玩笑的，我意思就是说，这个进步我不能因为我的时代没有就不管，因为这个是跟着走。现在很多东西你不会上网，你几乎是走投无路，你知道吗？以前是说你可以用纸的，可以上网，对不对？那你选择，慢慢的那个纸的就被取代了。这个就是社会化，就用冲浪对吧？哈 ，Hyperlink 这个是很厉害的地方。一点马上跑到另外一个网站去，这小孩子为什么不小心就看见人家没有穿裤子的那个？他不是故意去的呢，因为他很多 hyperlink 藏在那个看起来无辜的东西，一点就马上跳过去，而且那个一跳是108,000里啊，你控制不了。所有的父母想要用网络安全控制孩子的，最后都失败，因为那个网络安全的那个设定是你孩子帮你设定的。你得呀，
要吗？代表那个公司有这种安全公司设计可以设计，可是你设来设计设设的电脑就不动，那只好拜托说你帮我设计，那你怎么会成功呢？对不对？这个我们把它称作 postmodern vertigo， 他跨的跨的网络的他把红了哈，他把红血型了，那个没办法，真的太可怕了。我跟你说 ，Windows 10一直要强迫你升级，有没有？你们在我电脑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到最后没办法了，因为我拿了一个手提电脑，我到处演讲就靠那一台，那个就自动跳出来，而且说免费、免费、免费。我这个人就是免费，我就有兴趣试试看。结果一试，我的电脑宕机，就动不了，就不回来。好厉害，原来它是毒啊！我还以为那是免费的。我还拜托一个朋友哦，好辛苦哦，里面的资料都不见了啦，都被卡死了。我那个朋友好久，他是电脑老师啊，教授啊，帮我弄了半天弄回来。现在我说我怎么让他不会跑出来？就说不会自动跑出来，他还要教我怎么弄。所以现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好可怕。你说你不理他，他会跑来找你。哦，不止色情的，连这个 Bill Gates 都玩这个游戏啊。因为你的硬体已经没有办法承载 Windows 10，简单点就是这样，所以就卡死了。这个硬体跟软体狼狈为奸，你知道吗？这个软体越写越大，越写越大，你的电脑不行，你就只好再买一个新的电脑，或者你跑不动了。Windows 10上去，其他的软体不跟得上就没有用，知道吗？所以其他软体跟得上，只要你就越吃越大，然后他们荷包越大，你的荷包越少，然后你的电脑越来越那个 gigabyte、terabyte。就一直上来，这很可怕的，这很可怕哈、哦。所以呢，后来到最后，晕眩久了以后就麻木不仁了，就变成 stupor。然后这个 Taylor 就是我们现在的 ISIS 认为是这样子，可是将来的恐怖是在网络的恐怖。啊，现在好像我看到哪里报纸有说，这个台湾已经觉得，如果到什么时候骇客的攻击，就是到准军事时期。最近只有一个小小的黑客公司把那个哪一个国家的什么资料又放出来，全世界的政府人员整个垮台，有没有？整个崩盘，巴哈马。哦，你知道有一个组织叫做 WikiLeaks 吗？我们叫 Wikipedia 啊 ，Wiki 什么 WikiLeaks， 那个人就是负责把全世界的政府跟政府之间的秘密的那个，他们有办法在网络上解散。然后存起来，必要时就放一点。所以蒋中正以前跟谁怎么样，他都有资料，都有。问题是他不要放，他可以拿来威胁你，知道吗？红兵，给你看一点，你要不要给我多少钱？很可怕哦。这个就是将来的那个 terror 是在未来啊，就是 postmodern terror。好，那后现代主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对现代的觉得一定对的东西，现在被解构了，特别是从语言学解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网络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快速的资讯的爆炸。我们人活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活才对？这个就是后现代的主题啊。第一个，他们反对基础主义跟本主主义 （foundationalism） 跟 essentialism。这是过去哲学家的两大理论，就是像说，我们世界有最基本的存在，比如说是心还是物。我们说唯物论跟唯心论，他们基本上假设这个世界有一个最基础的存在，它是物质还是心灵？其实中国古代是争辩嘛，就是知行合一啊，就是这样。就是哪一个是基本上认为有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叫做 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那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那后现代是认为说这两个东西都可以质疑，因为那都是人类的语言。你说本质这两个字也是语言，你说基础也是语言，它从语言学里面去给它解构。所以你认为一定是这样就不一定。现在你知道 virtual reality 那个虚拟实境。有时候比实际的实境还要实，还要感觉还要真，所以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你说真假，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会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是真的，那个是虚拟的，应该是网络的，那个是只是网络上面的东西。到后来真的是假的，假的是真的，所以那个所谓essential那个基本的真假的东西也被解构掉了。再来拆除各专业间的界限，因为我们在现代的时候，开始不是说大家什么都要自己做吗？后来不是分工吗？分工以后就有那种保护我这一行的那种东西就会出来，像医师就会有医师工会，什么东西都有他的工会。那你要开业很简单，你还申请医师工会，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医学毕业啊，我们看要考试啊，要怎么样啊，你才有医师执照啊。这个就是开始有保护自己的。那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他会看病历上没有通过这个，我们就说他威王，他是威秘医，我们就叫警察去抓他。啊，现在这个就是专业的开始被怀疑哈，说你专业的界限其实是不是你用来保护自己而已？因为可能这个人他都没有医学背景，可能他真的有主动病哦，真的会医人，可是在你们的里面就不能活了，那种少数的就被排挤。西医在全世界医学当中争得第一名，因为他发明了抗生素。抗生素是让西医跟别的医学开始分开，这是在科学的时代，这个弗莱明他发现橘子皮长得那个绿绿的美，发现了青霉素以后，这个科学真的是造就了现在的医学。可是本来跟他一起的医学整个都被打成是不合理不合法什么什么，就是在健保不给付等等。可是经过这几百年下来，发现西医并没有把什么病都弄好，那弄不好的怎么办呢？所以中医啊其他的医学呢就还有喘息的地方。那现在后现代的人说，其实医学并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一定好，他们有对生病有完全另外一套的诠释，所谓诠释圈的观念就出来。那么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市场，让消费者自己决定。所以最近呢，健保给付中医的部分，这个也是后现代的影响。以前哪里你要按西医的标准去通过西医的鉴定，你才可以叫做医师，那个就是霸权，是西医的霸权，现在被解构了。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医疗都变成就没有所谓合法规划，只是说哪个病嘛，对不对？你如果厉害，你人家要找你就看，但是你不能用一个，就是我是法官，我来决定哪一个才是合法的，这是我讲的才算，这个就是霸权。所以你看见好多我们活在霸权里面，我们不觉得啊，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医学就是西医啊，我们一直都是活在那里。我自己是西医出身，我也没有念中医。可是现在这个解构以后，就态度就不一样。西医就对别的医学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出来，我不能说你这个不科学，因为科学被解构掉了。那你再讲科学，人家也根本不甩你，所以没有用。你不能藏在科学的背后，在那边自大。所以这个专业间的界限都这样被拆哦，因为他们常常都用 grand open narrative 哦，就是有一个大的故事想要解释所有的医学现象，就是细菌是疾病的来源，他用这样子想要解释，现在发现并不是都是这样。哎，什么？这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个理论可以概括所有人类的疾病，现在这些都被拆破了，被好像气球了，被刺穿了，对，没有。西医并不是一无是处，它很强，可是它并没有能力去概括人类所有的问题，或是所有的什么，或是解释所有的现象，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的部分，可是它表现出来是它有办法，所有问题都要在西医里面得到解决。这样的傲慢，这样的暴君的态度，必须被拆穿，必须被暴露，然后让一般的人了解以后来决定是怎么样。只是有时候他把专业的这个自己组的高台或是围墙哦，要把它拆破，然后再来呢，他愿意接受 paradox， 因为在科学的时代 ，paradox 是不可能存在的。paradox 就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人生太多这个东西在那里，基督教最多。比如说你说上帝是公义又慈爱，这个就是不可能同时存在。
你是公义就不能有慈爱，对不对？哪里有怎么没有犯罪的判死刑，然后犯罪的都让他走，这个是什么公义嘛？可是基督教讲这个，基督教又讲神是公义的，那到底你们的神是公义还是慈爱？我们说我们的神既慈爱又公义，那怎么可能嘛？慈爱就不公义，公义就不慈爱。可是我现在都可能啊，因为他是在你不能理解的那个领域中，他们可以同时存在，这个叫 paradox。 如果有神，神必须是既慈爱又公义，可是他是我们的理性不能领会，我们不能理解，所以理性主义被解构。那就要讲这世界很多东西理性是没有能力处理，所以我们的人类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感性、直觉的部分。我这个我学了很久，最近才学会的。我是理性主义很强，我老婆嫁给我就很吃兵，因为一碰到有人说来讲理嘛，来讲理啊，你讲得过我就听你的啊。可是到最后都蛮厉害，因为我的逻辑很强，黑人很辛苦，不过他不跟我理论，大概是他很忍耐，因为跟我在一起不好玩，我什么都要讲理，照理讲嘛。可是很多事情我后来发现，我的老婆不讲理，可是她有直觉，你知道吗？她这个东西我认为那个没有价值，因为理性，我是理性主义者，只有理性是绝对的，其他的没有价值。可是太多次很大的事情，后来发现我的老婆的坚持是对的，虽然她不讲理，可是她是对的。因为后来事情的发展是她，因为她就有感觉这样不对，这样不可以。她我一直跟她讲理，她讲不出来，所以她不是不讲理，她讲不出理。可是他就觉得不对，我说这个没有办法，你不讲理我就不听了、啊。结婚二十几年以后，开始练习听我老婆的话，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讲理的，就是对。很多事情是在理以外的，知道吗？我们叫情理法条呀，很多东西是直觉。我现在肯定，我们的大脑左大脑是逻辑，右大脑是直觉。我可能是右大脑萎缩，那你是情感特别丰富，下面还有原始大脑，那是感情。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逆理就是说，在理上面好像矛盾，或现在认为不需要硬用理把它解释清楚，我们可以接受同时存在。这个对，这个就不对，这个对，这个就不对，可是两个都对。没有关系啊、哦，这个是 paradox 啊，这个是后现代一个什么？再来就是，那你注意这个语言里面的权力阶级关系 power hierarchy， 是他们很注意一些文章。最近很多医院都会小心把他写的字里面有性别歧视的字要换掉，那个就是从后现代来的影响，知道吗？我们以前都这样用，都不觉得有问题。其实中文本来没有性别歧视，英文有 he 跟 she， 对不对？中文其实人旁只有这个他，后来受英文影响，我们都有一个女字旁的他，有没有？这个是被害的，我们本来没有那个字、啊，是为了符合英文，结果我们不知不觉中间已经被性别歧视入侵，还不知道。那现在很辛苦的，又要回去哦，很多文件都要重新去 review， 医院都要重新的那这里有性别歧视的部分要重新改，像 man 就要改成 human。不是 man，man 是男性，以前都是 man 代表所有的人，现在完全不是 woman， 有没有 ？woman man， 那你用 woman man 就没有了，用 man woman 就没有，所以这叫 human， 或是叫 people， 就是改一个字是没有性别，因为英文、德文他们都有那个性别的字尾嘛，所以就他们很努力的，这个其实就是埋藏在语言当中的歧视的不公平。可是我们一直都在用，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学讲，我不觉得。可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意哦，他们现在，所以他们注意语言架构中的权力阶级关系。好，再来就是我，这现代除了强调理性以外，就强调说，我就是我，那是我是故我在，我就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我可以独立的判断，我可以自己决定我是谁，我可以决定我的命运、我的将来，我是我的主人。或现在说哪里有我？你的我是社会影响下的产品啊，没有任何人有一个独立的我，你的我一直受你的周围的环境来影响，所以你的我是
水啦，是 fluid， 是变来变去。现在后现在对我就没有那么肯定说，说这个是我的想法。哎，你在经过一些事情后，你的想法会改变的啊，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我就是怎么样。他说你是变的，是社会文化影响。这个说的话，这个想改变啊，自我认同。那再来呢？这一点是我最欣赏的后现代人的一点，就是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 就是后现代的想法强调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拥有的必须要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就是自己批判自己。我已经念了那么多神学，我已经知道这个是什么，我必须对我已经知道的东西还要保持怀疑批判的态度，这样我才有机会突破我过去思想的框架或是 paradigm， 才有机会更新。所以他们强调的是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绝对，都有在被怀疑、被调整、被改变的可能。如果你抱这个态度，你就是后现代的一个 paradigm， 一个想法，或是你认为说我这个已经知道了，像基督教说我找到了，那你就是现代的。如果说我还在找，那就是后现代的，就是这样子。我以为我找到了，但是就我以为找到了，即使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就是后现代。再来，他们对人生开始有 irony 跟 play 的态度。现代对于人生是很 serious， 是很慎重、很严肃的看待生命。生命要活得很正确，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或现在认为说，喝剩的喝啦。要活得快乐，活得可以舒服就好，而不是事情都那么严重。所以他们开始把这种矛盾的想法都可以放到人生里面，所以这个 irony 就是讽刺、反讽。所以现在你看，现在很多娱乐都很充满这种反讽的、这种讽刺的这种表达。那这是后现代的一个特点，因为认为没有什么绝对对、绝对不对，那你觉得不对，你就表达出来。然后如果发现这个语言架构有问题的话，它就揭露。揭露就是要改革，要改革，就是暴力跟欺骗这两个。暴力就是我说的就对，你们都不对，这个是暴力。欺骗是我没有把我应该讲的全部讲清楚，我只有讲一半，这叫欺骗 deception。很多医生在病人面前不得不要掩盖一些东西，那个是欺骗。因为一讲出来的话，医生就麻烦，因为病人不知道，可是现在病人从网络知道很多知识以后，医生就越来越难玩这个欺骗的游戏，因为病人会从网络知道很多东西，会一直问到最后，医生没有办法用喊啊吼啊，就是这样遮盖，没有办法。后现代就是要拆穿，现代人都为了维持那个权威，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啊，常常欺骗孩子啊，你们有没有骗过孩子？没有吗？应该都有吧。然后现在孩子们一切都把你吃穿了，不能再骗你，他们很聪明。所以说现代人现在比较谦卑，可是暴力是在减少，有吗？对，因为现在的世界是现代、超现代跟后现代混合的世界，后现代的思潮并没有让现在的全世界的人都买入，后现代对现代也接受。因为他认为现代也只是很多说法其中的一个，他并不把现代杀掉。所以如果说现代是不对，那那个人是现代，你要懂吗？他是超级现代。后现代的人不会说水不对，是说我们是全是缺乏。那他只是一种说法，那你听听没关系啊。那你也讲讲你的看法怎么样？那这个真的后现代是，你可以说他就是没有标准，是标准的。因为标准就是暴君嘛，你把标准一拿出来，就是我说的就算。他现在对这个是警告。好，那容许我讲一点点后现代的特质。那八点半还有大概17分钟啊，就可以讲。这个后现代强调的是理论不重要，有用才重要。这个是邓小平讲过的话，叫黑猫白猫，贵州老鼠就是好猫。所以
你告诉我黑猫比较漂亮还是白猫？我问说会不会抓老鼠？就是我看到一个影片说老鼠看到猫跑给你，猫看到老鼠跑给老鼠追啊。那这个是管它是黑猫白猫，看到老鼠就怕，那个不是猫了。所以强调是你的理论很好，可是用用看有没有用。刚才我们叫 pragmatic， 所以好像哎我好啊，你不好，有基督教你讲的都对，我听的都对，可是我现在生活碰到这个问题，那、啊、你这个对我这个有什么用？就是我没有用，你讲的对是另外代替啊。所以他追求两个东西，一个是麦克阿佩真，一个是艾罗耶实，真实啊、哦、，authenticity 跟 pragmatism。我现在追求的两个精神是：你不要装假，我要知道的是你真的想法。你告诉我你真的想法是什么？那个法 K 不管用，我们叫面具，我们说那个样子。我们有时候讲话为了不要得罪人，我们就修饰那个后现代都不满。看看你真的是什么？你不真，他就不尊敬你，他根本不听你的话。人家了解的是，你讲的是真的，你心里想的话。还有，你讲出来是管不管用？你讲的是真，但是不管用也没有用，既真又实才有用。有很多人是很真诚，可是他讲的是错的，就不能用。他说 ，He is sincere, but sincerely wrong， 那还是 wrong 话，他只是很诚实的错误这样的话。所以诚实不能代表对，他只是没有骗。这个烦恼就是。这个就是后现代一个很大的特点，一个画家画的图啊，就是你看到什么，这个叫做你的看的话会决定你看到什么角度的问题，所以你看到相对的片面，你看到的是两个人头还是两个人呢？你觉得呢？两个人头，两个老人家还是两个中年人呢？都有，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他不是两个人，其实他是三个，对不对？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姐，要从耳朵里面跑出来啊，从耳朵跑出来。其实这张图都不是人，这是一个教会的圣杯，你有看到吗？其实他在画的是一个圣杯。我跟你说是什么人的时候，你就以为这个是背景，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是背景还是实体，你就看你怎么看哦。我告诉你，这个旁边是墙壁画的图，根本没有人，它主要是一个杯子在这里画。你一看旁边那个就不是人，那个是墙壁上画的一些颜色而已。所以你看看你的相对跟片面就被这张图表现出来。Perspectivism, relativism。这时候现在很强调，人就没有能力看360度，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你再好的视力，看到180度就很不错了。有的人甚至只有看到60度或是30度。如果你把你的看法绝对化，你可能的角度只有5度，你就只有这个看法，跟你不一样的看法，你都认为是异端邪说，根本打掉，根本不容许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东西。你可以容许说我看到是这样，但是我同意可能别人站在不同的方向会看到不同的东西，那你就已经接受这是一个片面，知道吗？我对真理的了解永远只能片面，我没有能力看到全面。这是后现代的人的，我把它称作谦卑了。现在人认为我可以看到全面，我看到全部，我看的就是这样，这样就是全部的，再也没有别的，那就是现代的傲慢。然后现在是对这个挑战啊。再来，既然你看到的一部分，对其他的你怎么解释？怎么接受？怎么解释呢？其他的是让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种不一样的看法，很多种不一样的意见。其实是上帝给我们很美丽的恩典，这个叫做多元。多元是从片面产生。既然就像上帝的花园，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花，都是花。不要说这样的颜色才是花，或是这样的样子才是花，只要是很漂亮的，都是花。我们就感谢上帝有那么多种的花，不要说哪一种花才是标准的，
哪一种花才是漂亮，都是可以的。所以不同的理解啊，对于宗教就需要是 tolerance。所以呢，文化是要多元，然后宗教是要宽容。美国就是想要把所有的文化弄成一个那个叫做鸡尾酒，听过吗？美国文化，不管你是意大利来的，你是英国来的，你是越南来的，你是台湾来的，后来都变成是吃汉堡，然后讲英文的，他想要把它混。啊，这个想法现在被挑战，说应该让所有本来的文化保持它的特色，不要把它弄成一个不像这个不像那个是混合的，这个叫美国文化，啊，这个是美国就是大熔炉啦，我们叫做文化大熔炉。现在被挑战，啊，就是变成是容许各个不同的小文化，它的特色要珍惜，要保存，要发扬光大，让世界是多样的，而不是变成是一种的，啊，这个是一种想法，就是文化上面在宗教上面应该是这样。再来就是，花得爱体会才算的，讲的不算，所以直觉来了。还有体验，然后讲一整几句就摘啦，对不对？你讲了半天了，你用舌头尝一下，你就说，因为我用讲的描述的再科学，你没有那种感觉。佛教徒就说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所以他们强调这个 experience， 那个直接的感受，那就是五官哦，直接感受非常重要，在知识上面不是只有理性。我是观察，观察只有眼睛嘛，那理性只有头脑嘛，你还有很多东西啊，上帝给你很多东西啊，你应该让它一起来帮助你了解这个世界，所以强调是这一点。再来，他们可以接受神秘跟模拟，模拟还是模拟，模拟两个 ambiguity 跟 mystery， 神秘的世界是科学不能忍受的。他们的目的使命就是要把所有的神秘揭开，难道可以解释清楚全世界的现象都我可以说明可以解释，这个是科学的使命。可是我现在认为科学没有这个能力，那是傲慢。其实这个世界有东西科学根本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进去，那我们就接受它的神秘性吧。所以这个神秘在后现代不会是觉得待处理的问题，可以永远都是神秘没有关系，还有很多现象即使是模拟两可，不是一定是怎么样，那就让它模拟，所以他们可以接受 ambiguity， 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在教会很难，大部分的会有都会问牧师说，欸，牧师啊，那这句圣经什么意思，你就跟我讲就好了，你不要讲那么多啦，你跟我说这个对那个对，讲一个哦，我就背起来，他们就要清楚啦。可是实际上很多语言在圣经里面其实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也可以，那个就是模拟两可，你知道我是吗？比如说那个约伯记，约伯记，现在那个模糊的不大模糊嘛，对不对？啊，你就你就是不确定，约伯记那个就是说我在如灰中懊悔，我从前昏昏流离，如今亲眼看你，所以我在如灰中懊悔。我们就是中文就是这样翻嘛，可是我去查希伯来文，就发现懊悔那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安慰，这完全不一样的意思。然后前面说，黄昏有你，如今亲眼见你，那我好像看不起我自己，还是我怨恨我自己，那结果那个字我现在记不懂，那个自己是原我没有的，那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好像我怨恨，那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那个字现在去查，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我撤回”。所以，这样并没有说原来的是错误，只是说这一句话其实有两个可能的意思啊。啊，如果你接受这样，你就说啊，看你觉得怎么样的意思，你觉得比较合适，你就用那个意思没有关系。但是你也不要一直说别人那个是不对嘛，因为我们每一个字都有好几个意思。那看你要采取哪一个意思，那你自己凑得来的你就凑吧，没关系啊。啊？同性恋，那问题就大了。
群体跟关系，因为现代强调的是个人主义，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负责，我自己这个我，可是后现代的人没有我，我是在我们里面，我是受我们影响，所以不能够说这是我的，那将来神审判就是根据我的信仰，那就是什么，你是逃不了我们，所以我跟我们现在是要一起考虑，所以后现代就强调群体，即使这是东方比西方强的地方，台湾人要信主比较困难，是因为你一信主全家族都会反对，知道吗？那个家族的感觉就会来，会在意，可是西方人认为你到终于到你这里自己的，就是你要信什么是你的事，他们的个人主义很强，东方是这个团体主义比较强，后现代是有一点回到东方，那你了解吗？他们认为人不能够只有自己的，肯定讲话的讲话不能这样，你一定会影响别人，别人会影响你，所以你不能只考虑自己，这是后现代比较倾向东方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群体 community 跟 relation 变成非常的重要，在后现代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意这个，再来，他们渴慕灵性跟真理。以前灵性是不能看的，所以就被科学丢到一边去。那个是你自己想的，因为我不能实验，我不能观察。可是后现代已经认为观察跟实验不是全部，然后都是不能观察、不能实验，所以灵性变成现在最重要。以前宗教是被排斥，现在他们就把宗教不用了，因为宗教变成是仪式化的东西。大部分你现在看的文章都讨论是灵性，灵性变得很憨，不会被排斥。你讲灵性，人家会尊重，代表你这个人是很后现代。所以灵性是被接受的，还有。亲密的关系 intimacy 也是一个被接受，而不是强调自我、自我、自我。那就要讲关系神学在后现代是比其他的神学被夯起来，因为大家注重的是所谓罪就是关系的破坏，所谓救恩就是关系的恢复，所以一直强调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就不是我而已，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孩子、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决定我是不是罪人，不是只有我怎么样啊？这个观念就开始改变，从关系来看一切。再来就是理性跟科学有限，后现代已经把这个以前我们科学时代的两大暴君解构，就是这两个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所有的现象跟问题，所以他们已经承认这两个是有限的。 rationality 跟 technology 是有限的，它很有用，它没有错，它不是不好很好，可是它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它不能解释全部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这个就是，再来就是发现科学的时代，结果把生态破坏的最厉害的是科学。我们一直以为科学解决问题，其实科学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创造更多的问题。后现代开始对科学有怀疑，特别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说，你现在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塑胶是癌症的来源，我还要去查一下那个是谣言还是真的。塑胶是人类发明的，王永庆靠这个起家。可是像我们知道那个热的话，那个塑胶会解毒嘛？那冷的会不会？现在大家在开始怀疑，说里面有五十几种致癌物在里面啊。所以开始有人说，我们应该回到以前用玻璃啊，知道吗？以前都是用玻璃装东西嘛，那现在塑胶比较不会破啊，比较便宜啊，很多好处啊，所以我们都改成塑胶。现在开始在讲。我们第一个发现不对是 DDT 啊，这是很快，公共卫生发现不对，因为 DDT 就是所有的虫都会死掉，我们那时候都很讨厌嘛，那个病都是虫，蚊子啊、苍蝇啊引来疾病嘛，所以他那个每一个家里都买一个那个桶，那就是一桶全部都死掉，我们很高兴，我们家里是很卫生很健康，就是家里都是 DDT， 发现 DDT 不止杀害虫、杀好虫，什么虫都杀死，我们才发现这个地球被我们搞乱了。整个生态都乱七八糟，所以现在你买不到 DDT， 那被全世界禁止。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们以为解决问题，后来发现是自然问题。那个免洗餐具是另外一个例子。一段时间政府规定，所有的摊贩都要免洗餐具，现在你几乎看不到。因为发现那个东西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可怕。台湾变成垃圾岛，永远不会烂的。快递员，你几年用？看你捡多。放去哪里啊？比原子贵药还可怕，
那现在就，所以人类其实一直在微调，就是我们发明一个新的材料，我们觉得这个很好，但是现在大家有生态的观念说，哎，再等一下，像现在那个基因改造的那个玉米有没有？很多人还在讨论，就是这样，因为目前看来是很好啊，它会往憨哎，动。动态它还虫害，哇，它很棒，它味道也很好，很便宜，什么都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将来才知道，有时候都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还是很争执嘛。就是基因，将来医学上基因是一个可以解决很多病，可是会不会制造问题？现在很多国家还是禁止这个在人类的基因上面做什么事，可是很多人不管了，他还是继续做实验。所以这个世界大概挡不了。是将来我们会发现，会做出一个半人半机器人的人出来的时候，你所有的人类的定义都要重新考虑，叫 cyborg。电影已经有在演，对不对？这一边是机器人，这边是人，然后是一半是机器，一边是人。因为现在技术上已经有可以把 biology 跟那个科学的材料可以放在一起。我们很多心脏都是靠那个人工的心脏，对不对？很多肾脏都可以啊，那个就是一半人一半机器人。我们的医学已经往这，可是如果有点脑可以，电脑可以取代人脑的时候，到底那个人是人还是电脑啊？我们的帕金森病，如果有点可以换一个 chip 就把帕金森解决，难道你不会用吗？那用了以后，那帕金森病没有了，可是这个人的思想是他的还是不是他的？到底他犯罪，那怎么审判？有很多问题。我们还不晓得，我们不能说这样就不研究，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人类在采往一个不知的将来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本来神创造的这个整个生态受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没有料到。所以现在很多就强调，我们怎么在享受人类的进步里，同时不要把宇宙既有的生物把它毁灭。现在这种是一个很憨的一个神学，也是科学的议题，怎么样尽量不动现有的那个架构，不要你为了想做什么就把什么都杀光，因为你不晓得这些东西对我们整个健康什么角色，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有没有让我们以前盲肠都割掉？那个海员啊，一出去出海就怕麻烦嘛，都割掉。后来才发现那个是我们也没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体，很多人都被割掉了。所以这个科学的进步就是，那再来就是这个永续的观念就出来了。任何发展如果会让我们不能继续下去，那个发展就不要做，千万不要做，因为会破产的。所以你任何做，如果跟生态能够和谐，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代代子孙可以活下去，不管是台湾是地球都一样，开启这个观念。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没有什么时候可以毕业，一生都不能毕业。我们人的一生就是 lifelong learning，终身学习，啊，这个背后的认为说，我以前不管能练得再多，我还有不知道这个态度，我不是全部都知道，所以那种对自我的骄傲就变少了，所以我永远可以学习新的东西，我永远可以有新的发现。那我们是一起学习，所以是 learning journey 是一个学习的旅程，一直到我们死才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如果你保持这个态度，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后现代的前辈，我还在学。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不管你信不信教，如果你现在对你所知道的，或是对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其实你就是已经相当后现代。我的结论：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就好像拿到一个不是太好的眼镜，看起来是模糊不清。这是后现代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你眼镜那么戴好，你再怎么看都不能看到正确的真相，我们只能看到约略的模糊的影像，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超精彩的，有没有？我们的青年就有机会到台北读书，然后就跟我说回来跟我分享，
那个蔡牧师哦，可以把那个圣经讲到我都不会睡觉哦。看我今天很期待哦，果然是真的。我们再次拍手，谢谢。我们可以开放两个问题，有吗？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有刚好有两个，好。像你刚刚那样说的话，到后现代主义的话，人有比较进步，犯罪率有比较少吗？没有嘛。所以，他是这样。就是后现代只是承认人的不行，他并没有说人会更好，因为现代是认为我们会更好，这种想法是现代的想法，就是我们经过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叫做社会福音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有基督教的爱。我们还有西方科学的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大自然的问题，或是人类社会的问题，就用基督的爱跟科学的精神就可以解决。这是现代的理想乐观主义。可是1945年德国那个事件，把这一个乐观主义打碎了。所以后现代根本不说我们会更好，只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不好的当中学习包容，学习接纳彼此的不同。当你可以把自己是绝对的拿掉以后，很多现代的不好就会消失。有啊，如果真的采取后现代的想法的人，他不会去批判这个是不好，这个是不好，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只是不同。所以不同就是会用多元，会用宽容接纳来处理嘛。我不会用论断然后消灭。以前是你讲话跟我不同，我就是把你消灭嘛，因为我是教皇，你不是嘛。从哲学、神学到科学都是这样子，科学是用那个科学的压力把你消灭，就说你这个是科学上站不住脚，就那个杂志不刊登你的什么，就是它有很强的那个围墙，把科学界保护起来。然后后现代就跟你说，让他讲没有关系嘛。那个也不是后现代啊，那个不是后现代。后现代的想法是你不管用任何力量，你去强制别人，那个都是现代的产品。所以经济啊、武力啊，那个都是现代的，就是用 coercive power， 用强制力。后现代认为是说，你应该做到人家尊敬你、喜欢你、人家学你，这样才对嘛。对，那人家不喜欢你，那是你自己做的不好啊，就不要去怪别人，说你怎么，我这个才对，你怎么不听我的？他不会这样讲，他说大家的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嘛。啊，是的。对，后现代主义浪潮，刚才牧师讲到，这个浪是要冲浪，对不对？那在后现代主义里面，这个浪到底是怎样的叫做浪？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就是说，在后现代主义里面，你要批判现代主义的很多批判、很多反省，也就是说，你打算要。放弃在现代主义所掌权的那个 power， 所以没有 power， 你疏离这个 power， 放弃这个 power， 当这个 power 灭绝了以后，在后现代主义会造成是一个混乱，还是一个对，所以很危险的是，比方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讲的是一神论，如果在后现代主义讲多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另一个，就是你讲的就是可以接受或者是不接受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就让我想到说。这个世界的运转是要把它运转为返璞归真，回到伊甸园，还是要对这个power的再修正？因为那个power出现很大的问题，对这个power再修正，还是就放弃这个power？显然，我们很有危险是会放弃这个power，所以我们是要推回伊甸园，还是走向新天新地？是两个不同的走向，所以不知道牧师的看法。其实哈，他们并没有说power不好，他们是说你。被某一群人把这个 power 绝对化过来，所以这个 power 应该是 share， 所以它叫做 hermeneutic circle， 所以这一个圈的人大家分享这个权利。以前是谁是老大谁说了算，你可以讲话，讲到最后是那个法官如果随时一敲，就大家不能再讲话，有一个 final say， 他们挑战的是这个 final say， 说有哪一个人他有这个知识跟能力来扮演这个角色。那对我们基督教来讲刚好，因为
我们相信是最后只有神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后现代对基督教基督是很友善，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扮演那个最终的就是我说了算的角色，只有神。那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不会没有泡泡是大家讨论大家 share。当大家都 share 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危机，就是刚才牧师讲到你跟师母，你后来你决定的是用直觉还是用理性？因为你必须要有根据嘛，因为你要做一个事情必须要根据，所以你都怎么决定？如果这个都还是犹豫不定的时候啊，那可惨了，那我连过马路都过不了。就是说，至少我以前认为理性是绝对的，现在我认为理性不是绝对。我并没有说理性没有用，这样意思吗？理性只是上帝给我们处理问题的一个工具，它有限，因为有的东西理性是处理不了。现在我的观念只是接受说，人类要解决问题，直觉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那变成是我跟老婆商量，有时候我听老婆，有时候老婆听我，变成是可以有弹性出来。因为事情一定要决定嘛，不能说不决定嘛，对不对？但是以前是我那个觉得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理性，就是我。只有这个，那个就是我的霸权嘛。那我老婆就很委屈啊。那现在我自己放弃这个霸权，是不是说霍先生我不行？那我霍先生是在美国念神学院，后来的时候才念到的东西。我是活在霍先生，可是我不晓得霍先生是什么动动的，是要回来的时候再念。哦，原来是个，因为霍先生被基督教骂得很惨，那人是魔鬼，因为你们否认绝对，否认基督。即使霍先生一点都没有否认，绝对没有否认，他否认任何人有能力去定义基督跟绝对，他是否认的人，并没有否认绝对。可是教会都骂他说：“你霍先生，那你们就没有真理？”我说：“没有啊，只是谁有能力讲真理？问题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真理的问题。”啊，没有。牧师是没多少我的。你只要讲的是没有一个真理是独裁霸权的真理，这个我同意。可是你说很多事件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听师母的，有时候是听你的，有时候听理性的，有时候听直觉的。可是当单一事件发生，这一次就这件事，我只能选择一个。这个时候你要什么？你要根据什么？或者就是过不了马路。其实只要你有那个正面的态度，夫妻两个人要解决事情是比原来的容易啊。就是说大家都放软了嘛，就没有说一定，因为如果我一定坚持我老婆在后面就指后腿啊，就不高兴啊，就怎么反正事情不好处理，因为他的意见我完全被我抹杀掉了。那现在是他的意见，我也是了解说他有他的长处，虽然他不按照我的这个理来讲的话，那我也可以考虑听他的，就是不强调一定用我的这一套。所以反而我的老婆被尊重以后，他尊重我的可能性比以前会高了。那我哪是好笑的呀？所以碰到一件事情，我没有决定一定要理性或一定要他，就是两个商量。有时候我老婆说：“那这一次就照你的。”有时候说：“这次照你的。”所以我们反而可以没有既定的立场，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反而比较容易做决定，就不会说不能决定，一定要决定嘛。就是看要怎么一定要决定。那、啊、这个决定变成都可以，我们来讲就是大家谈一谈，那如果觉得好就可以。这样是更。谢谢你的结论。他的结论很高级。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月还有7月22号，六月没有，六月好像没有。六月还有。大贵。大贵。六月二十号。大贵。六月二十号。因为是这样，一年答应要来。这边六次、啊、但是因为三四月我在美国很长，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暑假他们比较没有排我的课，我是创新的老师，我必须要安排的都优先嘛，所以你们就没有办法每两个月一次。我跟你们抱歉，就是说暑假可能会每个月一次，然后秋季班开始就不行，我要去上课，所以大概十月又一次，然后我们六次就完成，然后就看明年怎么样。谢谢大家。到晚上7点，这么精彩，一定大家要在那。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
虽然不断的在进步，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主耶稣，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所说的都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现在要回家求神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今天都有很棒的休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再次得力。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